台湾布农族有着优良且独特的杀猪分食生活文化记忆，而卓溪乡轮天文建站庆祝重阳节，学员们集资办理杀猪分食生活文化记忆，实践怀旧生活文化，也从中传承学习布农族平等共享的文化精神。重阳节，轮天文建站的长者们就以自己布农族群传统文化记忆方式盛装出席这一场杀猪分食生活文化的怀旧生活课程来庆祝。没有刻意彩排，长者们走在自己的声线上，却能毫无违和感地合一吟唱传统古调，让人强烈感受仿佛置身在千年古老部落里般的生活。布农族千年流传下来的杀猪分食饮食文化，不仅只是饱享口腹，从屠宰猪只剖解主食到分享共食，都有着严格遵循平等共享的文化来规范。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卓溪乡轮天文建站在重阳节属于长者的日子，特别规划传统怀旧生活课程，同时每位长者集资共同办理杀猪共享的生活文化仪式，从中传承实践布农族平等共享的生活文化精神。记者石玉兰，卓溪采访报道。